世大运开幕式，维安工作遭诟病，恐攻阴影始终未除。奥运史上曾爆最血腥一页，恐怖分子挟杀11名以色列选手。曾任体育主播的傅达人当时正在现场采访。墙上都是血啊！农历七月鬼门开，北市商贸山暗夜哭声，是活活饿死陪葬的婢女妈，揭台湾殉葬之谜。金曲歌王 Only 有承诺诸葛亮照顾女儿谢晶晶，难道两人好事尽了吗？礼拜六晚上9点，翁立友在台湾大搜索等你哦。